我是品如老师，又到了我们一起动动身体的时间啦。今天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豆豆 ，Hello， 豆豆也要跟我们一起跳儿歌，从头动到脚，先一起来练习动作哟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点点头哦，豆豆也点点头哦，豆豆做得很棒哦，点点头。再来，我们笑一下，哎，笑一下，露出最灿烂的笑脸，送给爸爸妈妈啊，笑一下。再来，学舌扭腰哦，手做出一只小舌，就是这样，小舌扭扭腰，扭扭腰，哇，豆豆好厉害哦。再来，学学青蛙跳，比出青蛙的手，再来跳高高，对。短短，哎，小朋友也要在家里跳高高哦。再来，挺直腰，哦，站挺挺的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不要动哦。豆豆做得很棒，挺直腰，我们耸耸肩膀，你的肩膀在哪里？哦，豆豆也耸耸肩膀，在这里哟，耸一耸肩。好，我们接着转转脖子。转一边，换一边，再转回来，哎，转转脖子，啊，转一转脖子，还要甩甩手，伸出你的手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嘿，我也跟豆豆一起甩甩手，呜，甩甩手，甩甩手，还要手叉腰，扭扭屁股，咦，咦，哦，豆豆这个最厉害了，扭扭屁股。扭扭屁股，我们再扭大力一点，扭大力一点，喂喂喂，扭扭屁股。好，最后我们跳一跳，跳高高，喂喂喂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啊已经练习了全部的动作了，接下来要跟着歌词一起来熟悉动作吧。手叉腰，准备，五六七八。点点头，笑一笑，学学舌扭腰，学学青蛙跳，挺直腰，耸耸肩，转转脖子，甩甩手，扭扭屁股，跳一跳。豆豆好厉害哦，都记得动作耶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跟着音乐一起来动动身体了，手叉腰，准备。点点头，笑一笑，学学舌扭腰。笑一笑，学学舌扭腰，学学青蛙跳，挺直腰，耸耸肩，转转脖子，甩甩手，扭扭屁股跳一跳。再来比出一个最灿烂的笑脸。那今天的律动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，这首儿歌从头动到脚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你还记得里面出现哪些小动物吗？品如老师来考考大家哦。嗯，啊，我想到了，
嘿嘿，喂，短，短，短，嘿嘿嘿，我在模仿谁呢？哦，嗯，小朋友知道吗？诶，哦哦，豆豆知道哎，豆豆，我在模仿谁呢？豆豆答对了耶，品如老师在模仿青蛙跳，小朋友是不是也答对了呢？那接下来我要请豆豆也来考考大家哦。豆豆，你要模仿谁呢？呜哇！豆豆好厉害哦！小朋友，你知道豆豆在模仿什么小动物吗？答案是好像听到了耶！豆豆在模仿蛇扭腰，好厉害哦，豆豆！那小朋友在家里啊，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模仿动物玩动动身体的游戏哦，互相猜一猜对方在模仿谁呢？也欢迎加入我们信宜亲子馆的脸书粉丝专页，分享小朋友模仿动物的照片或是影片，就可以参加抽奖哦。也欢迎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，我们定期啊都会有不同的小活动哦，欢迎一起来玩吧。那今天的活动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